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教大家做好看又好吃的小绵羊椰蓉小面包。喜欢吃的跟着我一起试做一下吧。厨师机中加入200克高筋面粉、35克白糖、13克炼乳、6克鲜酵母、40克全麦叶、85克清水，启动厨师机先低速拌匀，再转高速打成厚膜的状态，再加入2克盐、20克黄油，继续揉面，直到搅打成一层薄薄的手套膜即可。整理一下，密封醒发至两杯大。醒面的过程中再来调个椰蓉馅儿。碗中加入50克椰蓉、25克细砂糖、25克奶粉、30克全麦叶、25克融化好的黄油，用硅胶铲给它翻拌均匀，把它大小平均分成6等份。醒好的面按压排气，把它平均分成6等份，在案板上滚圆，取一个面机给它擀成牛舌状，上面涂抹上刚才做好的椰蓉馅儿，底部扒薄，从上到下给它卷起来，搓成一个大约15厘米左右的长条，用刮刀在中间从1/3处给它切开，像视频中的手法给它卷起来，全部做好依次摆入烤盘，盖上保鲜膜，继续醒发至两杯大。醒好的面胚上面刷上一层全麦叶，上面再给它放上2个耐高温巧克力豆，给它来装饰眼睛。送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，中下层上火190度，下火180度，烤15分钟。这样好看又好吃的绵羊椰蓉小面包就做好了。喜欢学会的小伙伴赶紧动手制作吧，每时每刻更新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